你刚在这条赛道打响名声，我会一直赢下去的。你们就是我的第一块垫脚石。看你开的车，感觉也不是豪车俱乐部的人啊。你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？豪车？我要有超跑。你早就说实圈了。我以为你征服这条赛道是因为离你家近，所以是因为你喜欢热弯之眼。切，脑子在想什么？老娘我是在附近咖啡厅打工，才会在这一片活动。 而且要不是中心区的大神太多，我才不要来这边。你说话还真冲啊！我必须赢过你，踩着你，我的赛车只有一只赢，才能有意义。你说的没错，街头赛车只服实力，但要赢就要赢更强的人。避开中心区的大神，我可不认同。你懂什么？我年纪不小了，我不要当一辈子的服务员，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到我的成功。你很有野心。 你看他的眼神，热弯车手的胜负心全在里面。怎么样，这一下找到征服热弯全部赛道的乐趣了吧？
欢迎来到热湾海岸，全热湾最自由的地方。我是法尔康，代表热湾传媒介绍我们和赛车联盟合作的全新项目——观光主题赛道。乌拉，干嘛切我电台？听 CEO 先生的官腔，还不如我来给你介绍。作为地道热湾人，金融区这一块我很熟悉。瞧，前面就是热湾电视塔，你刚听的过气电台就是在那儿录的。热湾传媒这么有钱？哼，和联盟都是一丘之貉。当年他们收了联盟好处，不肯转播街头赛事，但真要拼赛车专业性嘛，可比不上我们鸿明之心。不过作为热湾最高地标，还是值得一看。今晚热湾天气阴转晴，部分地区晴天啊，太不巧了，咱们估计碰不到雨神了。我猜在热湾混街头要给自己起个夸张的头衔，大家都称他雨神，因为他只在雷雨天出没。咱们不是要统一热湾街头吗？打败他，热昂金融区这片就是我们的了。但看这天气，今天估计没戏了。来都来了，不妨在这条赛道跑跑圈，让这街区记住咱们来过。好大的雨，天气预报永远都不准，是吧？快看那辆车，有人在和我们较劲。你看那家伙，他过这种积水的大角度弯，简直跟老奶奶过清晨的马路一样轻松。嘿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如何？雨神怎么不回答？你该不会是趁雨天人少才敢出来练车吧？我为什么要搭理一个雨天挡路的小人物？你先跑赢我这个小人物再说。让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雨天开车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听过雨神的声音？好像最近才在电台听过。法尔康，那个热湾传媒的 CEO。 哼，热湾传媒的大名人在雨天跑街头，明天头条会怎么写？联盟会怎么想？明天头条写什么我说了算。哼，别以为热湾传媒有联盟撑腰就能为所欲为，鸿明之心可不吃这套。街头只服实力，有本事就拿速度说话。现在跳槽来我这很来得及，那份合同依然有效。再会。我们怎么办？曝光他吗？热湾传媒总裁趁暴雨天避人耳目，下班时间跑街头啊，没人会相信我们的。不过我会让街头的人都知道你今天跑赢了雨神。
前不是有人在你车上放邀请函吗？我知道是谁了。这么厉害，我也得叫你名侦探维拉了。看来你真是要火了，居然被他关注到。谁？快打开电台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嗨，电台前的你还好吗？我是尤尼提，我现在正在热湾赛车联盟体育馆，为大家带来热湾赛事的最新消息。上一期电台的结尾，我们留了一个小小的彩蛋。节目组选中了一批热湾出名的街头赛车手，并向他们发出了比赛邀约。比赛的地点就在热湾赛事中心旁边的传奇赛道，最高快感。比赛的时间就在今晚。作为节目的主持人兼赛车手，我也会加入对决。放心，肯定会好好的给大家留面子的。这个尤尼提是什么来历？热湾城市电台的女主播，她负责一些赛车相关的娱乐节目。她也是街头车手，但街头对她的风评很复杂。有人说她和她的节目背后有联盟撑腰，谁知道呢？不过她挺有实力的，是值得一比的对手。马上就到比赛地点了，准备好了吗？